你吃，有那味儿。放羊特别辛苦，你行不行？作用啥的，我给你放两天。等等啊，整呗，主打就一个成本，装备我都换好了，放羊能有多难？一会儿就给你累哭了，不信你看。会哭？咱这路得走多久啊？得五六公里。五六公里，天姐，还有五六公里呢。还有五六公里，怕吗？怕什么？一百公里也走过，是五岳我都爬过，我怕小小放羊。啊，不可以上！哎，上！不用了是吧？没有啊。已经走了三分之一了，不远了，再坚持坚持就到了。不用坚持，我不累。就这个干，到了上吧。还挺轻松啊，这。一会儿羊不听话就骂他们。啊！要抽他们。那小羊那么可爱，我可舍不得骂他们。你看他们现在坏不坏，全又过去了。你看我怎么用我温柔感化他们。羊羊，下山追羊。羊上山了，刚下来。羊跑那边去了。真能跑啊。你看羊现在离咱们有多远。根本追不上，更别提感化了。继续追羊，我费老命爬上，现在又得下去。给牧羊起累啥样？爬不完的山，走不完的路。放羊了，我爬五岳我都没这么累，这骑能拉链子，这是。要不然怎么叫你来帮忙啊，牧羊骑？你不感化他们啊？这羊感化不了，这得烤化。直接报道。放羊太累了，我走不动了，我。天气你也不行啊，睡着了直接。不行啊，我一点我也不累，我在这爬几座。回家下班了。我这爬几座都没事，既然你说下班，咱走吧。一身要强的中国女人。啊！目标，回家。说好的感化呢？走。嗯、啊。啊！会不会啊？回家。不回家烤了。回。回家。来，各位贵宾，里边请。没反应。走。你得去赶进来。走。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尝试要后驱感。羊群一波风，全都回去了。牛啊，天气啊！天气有没有啥想吃的？我给你露一手。我啥都吃，饿死我了。那就我最拿手的面片呗。行。粉丝先吃。太好吃了，太香了，小亮哥，好吃你哥吃些。嗯，一口消除一天疲惫。先放羊累不？累呀。不累就睡，我明天早上我就叫你，明天继续。没问题，明天见。刚才跑吧。谁了你嘴硬要帮人家放两天？你睡吧，我走了，明天见。跑。